叮叮！好吧，林北是看在你们是来自各帮派的好手才雇佣你们的，让我们洗劫这间银楼。呵啊！在警报器响起之前，我们有45秒的时间，让我们大干一票吧。靠北哦，发什么呆啊？就等你抢完珠宝啊，等你逃回来上车以后，就开车闪人。爹，你别知道你的岗位，你负责开车，但他们两个直接冲三小。我们也是车手啊。我是开卡车。下回不，我根本不需要三名车手。那你雇佣三个车手干个鸟啊？就是嘛，老娘也正在纳闷。呵啦兄弟，林北没看清楚你们的履历，是林北不对，但话又说回来，我们只需要一名车手就好啦。我是开卡车的。呵，郭兴，你开车，沙小文从金蛙来，紧走。嘿嘿，就我们两个帅气的胡子男，外加一名冰山美人是吧？大概一票吧。呵啦爹爹，我才是老大，给我让林北讲呵吗？呵，林北给我。让我们大干一票！靠腰，你们以为是在拍武侠片啊？这样很帅啊，有啥不对？简直大错特错！呵啦，你的枪横着拿根本无法射击，好吗？那倒未必，只要一根手指就可以用360度的无敌风火轮魔来射击。我这样会射到自己耶！怕点卡，拍谁？你阿麦，沙小，你回到车上休息待命。好。好耶，就剩我们两个胡子男大显神威了，嘿嘿，哎，我们就像绝代双骄那样，我是小鱼儿呢，你是花无缺啊，青菜啦，啊，让我们大干一，等等，先想想看谁当先锋好吗？我觉得胡子比较帅的先进攻如何？啊，呵，好吧，那就我来打头阵，等我先进去后，啊，小蛋姐嘞，你觉得你的胡子有比林北帅？对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你北七你，你胡子戳死了！林北看5岁的小萝莉戴胡子都比你好看多了，哇卡车的门都比你喝垮。是，林北有句话老早就想说了，林北美送花丽几张塞令，你的脸看起来就像老蒋一样，只是多了头发。光想到白色恐怖跟228就让人不爽。条赫，拜托你，干完这票后剃掉八字胡，看起来架腰鼠，看起来很欠扁，你应该感到羞耻才对。可以继续抢了吗？驾鹤啊，让我们大干一票！别动！沙小，你是在冲沙小？我爱你母爹讲沙小，我是金沙小，而我是个卧底警察。啊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？一切都是为了正义，但在过程中我犯了一个错，我爱上了林北。你做梦了，郭鑫。爱上开车的我。对，你就像藤原拓海那样。我爱鬼家。小心，你说的没错，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。老娘就帮你们这一次，但你们要记住，一定要逃离鬼岛，远走高飞，跑路一辈子，别再抢劫，堂堂正正的做人。哇哦，感觉像在拍《无间道》哎。还有第二集，终极无间也一样。我鬼家，呵，别再耽误时间了，上吧。让我们大干一票！没塞没塞，那是林北的呆鼠，闹个天翻地覆！没塞没塞，不要再改成别的台词，一定要用林北版本。哇，鬼卡枪！靠北，林北说了要白虹贯日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哇，鬼枪！来上吧，我的小宇宙！我是立志成为海贼王的男人。阴阳卡尔，快上啦！注意起来，你们这些！掐本机嘞，这里不是银楼吗？啊，不是。